你们两个尽量晚上到你外婆房间挤一挤，来把房间腾出来让亲家住，好吗？行。我不行，我晚上还要赶数据呢，我还得用电脑呢。你把电脑搬到外婆屋里不就得了吗？啊？外婆房间又没什么网线，这电脑搬来搬去的容易坏啊。哎，要不这么着吧，让外婆到我们屋挤挤。妈。 本来呀，我的房间是可以让出来的，可最近我腰酸的老毛病又犯了，我这腰啊认床，没办法。哎呀，玉萍，咱们家的特点就是人多，房子少啊。其实几十年了，我都想着说换一套，这现在说这个有点赶不上趟了哈。 要我说这样，那个我给酒店或者招待所打个电话，你不住那儿，洗个澡啊，上个厕所，那不也方便吗？你在这儿这转来转去的，你碰着我，我碰着你，最后弄得多高兴。不是，那个亲家母，你别打电话，是不是住什么招待所呀？花那个冤枉钱干什么？就是，我们打地铺就行。爷爷，走，带我到你屋，我们打地铺。走走走。对对对，你妈说的对，打地铺。行行行行。 反正你们要是愿意睡地铺，不怕凉。那反正，你说这个。哎呀，就这儿啊？哎，这地方小点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自强啊，你把你爸妈安排一下啊。你忙吧。哎，你们就住这儿啊？这咋还俩地铺呢？不是，这不挺好的吗？ 哎，来来来来，你坐这试试。哎，哎呀，挺软和的，来来坐试试。怎么样？哎，行，你看就是，挺好，挺好，那是挺好的。哎呀，乡下人还是乡下人啊，还是跟地亲啊。这，姐，这什么意思？ 不懂，不懂接地气儿。对，他不懂。就是接地气好。懂啥呀？这是。 我是亲家，有这个自强和莹莹送你就别送了啊！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让你们委屈了一个晚上。亲家，瞧你说的，你的诚意呀，我看得出来。亲家，好人，我明白。没好好招待你们，真对不起。哎呀，看你说的，那个亲家，自强以后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你就好好教育他，该揍就揍。那不敢。亲家，那。 我们走了，自强就交给你了啊！我尽力，我尽力。哎，自强，你去那什么，送送亲家、亲家母到长途车站啊！走，爸妈。那我们走了啊！哎，上车。哎，上车。哎，自强坐前面吧。爸，您回去吧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来来来，快坐坐坐。哎，慢走啊，亲家。哎，慢走啊。好嘞，好嘞。远送了啊。哎哎哎。 想换。
你们太过分了，你们。你们有什么不满冲着我发行不行啊？那自强不管怎么说是莹莹的丈夫，是咱们家的女婿。那亲家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说这是咱们家的待客之道吗？哎呀，哎，你们不把自强放眼里边，那也不把我这一家之主放在眼里边啊？以为我是空气啊？你们就不能把这个自强当成自己人呐？啊，你自强不管怎么说，人家为了莹莹单身一个人到咱们家，跟个男保姆似的，被你们使唤来使唤去，可你们还让老头老太太看你们的脸色，人家说什么了？这还讽刺人家，人都憋着呢，人家不说。哎，亲家这回来了，是吧？瞧瞧你们，人家能来几次？你们冷言冷语的讽刺人家，你让人家怎么想？人家这么一个大儿子啊，培养的那么优秀，送到咱们家来活受罪的啊！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人家自强真是一个啊好女婿，啊，人自强啊，在亲家面前，人家什么埋怨话人都不说，啊，就替你们圆面子啊，啊，人自强啊，对你们千好万好的，你们呢一点顾忌人家的心都没有，这像什么呀？太不像话了！你凶什么凶？你耍威风给谁看呢？让自强这个当女婿的受那委屈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借着自强耍自己的委屈啊？啊！不，当年要不是玉萍的爸为了你会死吗？不，妈，你现在为了一个女婿竟然对我大吼大叫。妈，你别哭。妈妈妈妈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妈，你说不行了，姥姥竟然我为了女婿让我受苦。你老说什么呢？我不就说这个道理吗？我说什么道理啊？有你这么说道理的吗？你要是嫌我白吃白喝，说一声，我立马去阴间见我的老伴，免得碍你的眼。妈，你别这样好不好啊？你别哭，别哭啊！我向你道歉还不行吗？妈，你光道歉就行了。那您说怎么着啊？这几十年来，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爱吃什么。妈，你别抽了，人家不让抽。小梅，把票拿好，拿着，走，别丢了啊！你们到家给我来个电话。别到时候找不着回家的路了。瞧你说的，连家的路都找不着了。妈，这次来让你俩受委屈了。这事儿怎么能怪你呢？哎，都怪我们自己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不怪你。对，再说了，这过日子主要是看媳妇儿。莹莹是多好的一个人呐，啊，善良老实，明事理啊，我跟你妈呢可放心了。哎，莹莹，自强我们可就交给你了啊。爸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哎，爸妈你俩放心，迟早有一天我会拥有属于我自己的房子，到那天呢我就把你俩接来，我们在城里好好的享享福，好吗？哎呀，自强你呀也别压力太大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事儿你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干什么呀？我跟你妈呀在乡下都住习惯了，是不是？是。说心里话，这到城里边我还不习惯呢，撒泡尿都那么费劲，这不给你们俩都添麻烦了吗？爸，这怎么能说是添麻烦呢？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，只是现在。各位乘客，您乘坐的115次班车。哎呦，快到点了，快走走走，时间到了，走了，快来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来啊，抓紧，来走，拿东西。我来。啊，对了，自强，我跟你说啊，一定要跟人家亲家搞好关系，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吃点亏就吃点亏呗。俗话说嘛，家和万事兴嘛，知道不？明白。那个，吃亏是福，是吧？哦，我差点忘了，莹莹，这个呀，是自强奶奶给我的，
就给你了啊。妈，不行，这个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哎呀，你拿着，这虽然不值什么钱，可这是我的心意。你要是我的儿媳妇儿，你就得收下。就是，妈让你拿着，你就拿着。谢谢妈，我会把它好好的收藏起来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走吧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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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